嗰歌詞嘅內容就係、是、我講翻嗰陣時點樣作呢首歌先啦，就係、是、喺上年嘅2018年嘅1月27日嘅時候，我嗰刻係覺得我好想好想有人可以帶我飛，就係咁樣有人帶我飛，咁我就作咗呢一首歌出嚟。而跟住咧呢首歌最後就揾咗哎呀。最後就找了填詞人 Oscar 去寫這份詞啦。咁呢份歌詞嘅內容我好喜歡嘅，佢將我首歌變成一個好浪漫嘅一個超現實嘅大電影咁樣，就係講緊咧兩個人 kiss 嘅時候咧，一 kiss 佢哋開始飛天啦，而旁邊嘅嘢咧全部融化曬，即係包括你哋都變咗融化咁樣，你哋喺度幻想下個恐怖畫面。然之後咧，呢兩個人完全側邊發生啲咩事咧，都唔會影響到呢兩個人嘅呢個 moment 嘅。然之後佢哋飛去唔同嘅地方啦，唔係搭飛機啊，係真係個意識啊，嗰個依度啊，個意識喺度飛去唔同嘅空間，去穿過峽谷，穿過好多唔同嘅地方。跟住佢哋兩個醒一醒，咦？原來只不過係一個 kiss 啫喎。原來我哋已經經歷咗咁多嘢，就係呢首歌講緊嘅內容喺度，第一次喺度咁樣公開場合，上尾上水曬沙聲，數唔數啊？數唔數？好數。OK， 一吻穿越46億歲。最的美好，会回神，太早。
紛閉著眼後空氣，那時下定盡放棄，遺忘誰是你，是枯萎出飄起，融掉萬丈中的真理，不需等到明日世未。希望大家喜歡這首歌《一萬千億四十六億歲》。